美食爆马仔带你吃好料。如果你讨厌城市忙碌的步调，不如就跟着我们到宜兰县的这一间以绿建筑为概念主轴的酒庄餐厅，去体验一下田园之乐。这里的菜肴不止以酒入菜，更结合了在地的食材，让你可以从料理当中了解宜兰之美。人生最大的享受，莫过于品尝美食的同时，还可以一边欣赏美景，喝好酒，好像所有的烦恼都被阻绝在山林之外。尤其是这间坐落在群山环抱的酒庄餐厅，更是让你所有愿望一次满足。因为我们用餐呢，除了酒是一个搭配，我们酒也可以当成一个主角。以酒闻名的酒庄餐厅，料理可不是盖的哦。主厨的招牌面包鸡，首先就要用6个月大的母鸡一整只来做出美味基底，在鸡身里放入炒过的蒜头，就要用绳子绑起鸡脚，再穿上面皮大衣。我不加任何发酵剂，只用酒，它本身酒本身就酵母菌，用酒去做发酵。经过烘烤出炉的面包鸡，乍看像个巨型面包，剖开来看，里头就像藏了宝藏，立刻看见白嫩嫩的全鸡。外层的面包盖可不是没用途哦，剪成小片状就成了全鸡的最佳配角。很惊艳，非常惊艳，因为没有看过这样的菜色。推广宜兰美的特色餐与在地食材的结合当然少不了，所以主厨推荐以自制的樱花虾 XO 酱和红曲结合的炒饭，养生健康又香气十足。想知道宜兰哪里还有好吃的特色料理吗？